第一次在我拍《洗头水》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我跟导演讲，我拒绝，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头发。导演跟我讲，拍完加特技，头发很黑、很亮、很油，加了一个月特技之后呢，头发动啊。后来我经过也知道他们是假的，是化学成分的。我现在呢，每天还在加特技，加了个特技，头发动啊动啊动啊。观众用完之后会加特技头发。都没有。我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因为我加了特技，我用完之后根本没有这种头发。这个就是我用的洗发液。我的洗头水特技特技加特技，拍的时候根本没有头发，假的假的，我的头发是假的，没有那种中药成分的，拒绝中药，拒绝头发。观众用完之后不能骂我，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头发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黑，是假的，是头发的特技。化学的成分，特技的头发，脱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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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了特技之后呢，起码我的头发，现在呢每天还在加特技，我还给我成家班加了特技，你们用完的时候是拒绝的，我用完之后头发动啊动啊动啊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黑，是假的，是头发的特技，脱发脱发。你拍一个广告，特技，特技，头发的特技，头发的特技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亮，很黑很黑，是假的，头发的特技，化学的成分，特技的头发，乌黑浓密，在拍的时候